前坐马牛，做人哪儿比做妖好，不怕阎王命不休。哎，你看，远道福自由。大哥，真是有口福啊，指不定是从哪个山头上滚下来的。这桃倒是识趣儿。好个小猢狲，敢捉弄你爷爷，今日定叫你知道知道厉害。不管来多少次，总是改不了这胡闹性子。这人有力了。发什么呆？拔根毛来拜一拜。哎，等一等！哎呦，小神是黑风山的土地，在此。候你多时，真香，真香。再往前走，就是观音禅院，当年也是香火鼎盛，只可惜那场大火哟。后来呀，这禅院又被重建了，可人心若是烧没了，修好一座破庙又有什么用呢？你不记得此地，此地却是有些东西惦记着你，来者不善，小猴子自求多福。真有人来！
你媳妇，还你个狗子！
许久不用，没成想这定身术倒还好使。即使跨过山来的故人，教你一招也无妨。来，速速把手伸来。写好了，日后遇到什么凶匪恶徒，只消用着手一指，心里默念一声定，就能让对方动弹不得，你也可喘息片刻。只是小老儿道行浅薄，这定身效果不消片刻就会失灵，遇到些笨货倒还好用，你全当是挣个傍身的手段吧。如今这些小儿真是目无尊长，别怕，用刚学的法术与他玩玩。
不知深浅的这么往前硬躺，只怕得吃大苦头。我且把你变为一只金蝉，你可顺着前面的火光探一探这山中的虚实。小庙还有诸多神奇妙用，日后你自会明白。黑风山的后山重地藏着不少秘密，想四处探探的话，务必留神金蝉的存续时间。若是遇上穷途迷路之处，小神自会暗中提点，放心去吧。
乱了阵脚。
你这猴儿顽性不改，这下不妙，都知道你闯进来了。这钟声洪亮清朗，惊动了这儿的妖精，再往前走可要万万小心。